好，我们出发。我这次去的主要目的是，不是打 boss 啊，先去那边，我先带你去看一看，让你见识见识一下，这是一个啊。然后怎么走啊？这。这啊，等一下，我插火把就好。我所有的桥旁边都会插火把，这样就显眼。这边也是。然后就是采矿哈，采猩红矿，好，是吧？现在那里的 boss 我们估计打不了，必须得用那个猩红铁针从那儿找出来的东西，估计。好，上来，走了，你走走，了，咱们有好多车呀，你怎么连对，个灯都没有啊？是不是很长？是吧？有点酷哎。这回我稍微能堵的堵了。你好厉害呀！是不是很长？什么？到头了？就中啊，没事没事，就这个这样，你把这个车挖出来，然不后是，你补一下这块不行吗？没就现是。在没有啊，然后不不，然后你在这边放，然后怎么拿下来呀？我这，不是拿镐头或者空的，对，然后再把在这边放，这就可以走了。这个我以后修上来。去！我刚想说，哎，你还好棒，结果，我想啊，这么快就到了，也不是很长。可以的，不过确实很，它可以自己转向啊。速度够快的话，大概可以吧。那我就不用一定得直线了啊。这会儿到了，看到没？我这一下来身上就吸收了好多奇怪的东西。这个我们得一起玩。我放个火把，我在车上放点火把。这是我未来的车站，我以后要来这修车站。有什么意外，我自己就上车跑了，不会然去后这告些诉。草你都可以收集，这会儿我这些都估计是用电钻的吧？没有什么怪物吗？没有，这个怪物目前还没见到。我觉得以后我们有个规矩，桥上一定要点那个火火把。把。对，这下面是什么东西在飘？哎呦，这有个怪，有怪，有怪！这里有什么？往我这边来，往我这边来先。你不能用那个魔法杖打一下吗？我正在打呀。这啥呀？霉菌液脉项链，23.7%的远程伤害，这个你用吧。你不是法师吗？哇天哪，增加20%多的伤害，整整增加1/5啊！虽然有点丑，加5%。那往下面走，哎，那边有怪，好，我们就打这些怪。因为发现，哎，这怎么挖不动啊？这边有我挖不动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那我先在这里敲这些东西了哈，可能需要用那个猩红。或者电钻。哇，右边你看，那是什么？不是，你怎么挖了条远道啊？这有哎的呦，地方，这里哎，好多怪啊！有怪。不是有怪，是好多怪啊！哇，你出来，你你出来！快！而且这我中了什么？治疗效果降低。我死了！我这个火杖好厉害呀！我吃东西。地刺啊！我们不是应该这时候布地刺吗？你又忘了拿地刺是吗？哎，没有，布地刺，布一六地刺！你是死了吗？我在他面前放了个地刺，然后死了。没事，幸亏家里有一个备家里，用车。对，幸亏我一溜铁道上放了很多矿石啊，不对，我正好拿那个把那个中间断了的那个铁路连上。我这上面有一块那个奇怪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可以搭桥我过们去。得打怪，打怪的话，你发现没？打怪的话，他们也会掉落很好的装备，是不是？我说上面这一块一会儿我们要过去，上面这块哎呀，我们我，得做伸展运动。你去伸展吧，我们停下来去伸展。不是，放了一堆地刺。这边的萤火虫好看耶，是紫色的，蛮不错。他那个更新日志里好像就是有萤火虫的地方。有机会拿到萤火虫，是吗？我去拿萤火虫，给我。来，报仇。还好一开始做铁轨，你真的听话的做了，要不然真要跑会跑急眼。
而且你死的好干脆啊，我心想 啊， 然后就看哎墓碑。哇，所以这会儿开始有对于眩晕抗性开始有用了。我一开始还觉得这个眩晕状态持续时间缩短有什么用呢，点了吧。我怎么了？哎呀呀，你过来了。哇，过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，我还在这溜达呢。这个呢我就用炮打。你不第一次了吗？不是不是，不是。哇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哎我怎么动不了了。对对对，眩晕。哦天哪，有点可怕。我突然补血了。嘿嘿，我变发光了，我出来补个血。啊，眩晕，那眩晕原来不是站在，不是走路会慢什么的，是干脆不能动了呀。这有点可怕，这个有点可怕呀。猩红矿石，清扫墙壁，墙壁比较好丑，还拿了个木头鱼竿，鱼竿也不行。这包里的东西随时清哈。嗯，啊，这里的怪明显确实厉害。打不过，我们应该带那个药剂过来，是吧？什么药剂？就是各种各样回血的药剂什么的，应该。哎，我怎么拿着？我拿着什么呀？我拿着棉花棉在打他们。你之前打那个大怪的时候，你还偷偷的用辣椒卷打他呢，后来被发现了。还好我们游戏是在录的。哎，辣椒卷。哦，所以这种墙壁我们现在还没法敲。我这边很多怪。哎呀，我再被打一下就死了。这个你。你往后退，我来。没事，你没有智商，你就使劲打就行了。啊，你回血吧。你的这个火焰，这个攻击频率很高。嗯。哎，我走得好慢呀，我怎么走得这么慢？我中了各种 buff， 你看移动速度减、嗯，被霉菌感染。哦，走好慢。哎，信道具发霉的骨头啊，在这种上面可能就会受到那个影响。哦。是吧？哦。回来呢？回来之后，它应该会慢慢消失。不知道，你看一看，消失了。哦，开始减少了。所以这上面我们可能……那我们横着挖吧，我们往这边，这边有好多怪啊，这里也是霉菌啊。对啊。你跟我来，我看上面还有一个地方。不是，这种地方不是躲避的，这种地方必须我们以后必须得去。嗯。那我们不是应该有什么能够解决这个 buff 的东西？嗯。对，先找矿，找矿。这有个什么？很多各种东西啊！哎，这个史莱姆很厉害吗？哦呦，这个史莱姆，史莱姆你都打不过了。哦，毒性粘液，新道具毒性粘液，还可以加工。哦，所以这上面踩上去的话就会中毒。嗯，它毒性。哎，有史莱姆，还好我在家用家里的史莱姆练了手。他毒性有多大？我上去看看啊。你会不会看一看你就回基地了？啊，只是持续的那个治疗效果降低，受到的治疗效果降低。哦，所以这里是史莱姆，这还好应该。嗯 ，maybe。哦呦，差点被史莱姆。我在他们远程帮。我被史莱姆杀了，这死的也太屈辱了。哎，底下，哎，他也会受这个粘液的影响。哦，那还挺公平哈。嗯。哎，这边又到了一个什么大块区域？哎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你看你，哎，这有农夫 NPC 吗？还是怪呀？哎，不知道。我做好战斗准备。如果我跟他说话的话，不第一次，你不如第一次再过去，这样万一他要打我们的话，
就在这一溜步第四，我们可以战术性撤退。你这火把真是，我怎么这么多？黑呀、啊！火把底下不能步第四吗？不能不能。我先不开炮哈。嗯。我试着去跟他说话看看。嗯。哎，我被捆住了。啊！跑！又第四。死了吧？死了。哦，差点死了。嗯、还好有第四吧。哦、嗯，我吃东西。哦、咱俩好害怕呀、啊。这些草好像是假的，有的是会。啊，像这种。哦、那个花花的。会捆住你。哦，所以这里的植物都是我们的。你有地方采吗？你收集吧，我砍旁边这个。哦，这有矿，这有猩红矿，来，敲矿，敲矿。咱俩看到矿就像疯了一样。营地床垫，哎，营地床垫你是不是没有啊？这个帐篷也能拿。哎，那个哇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你死了？嗯。Oh my god。那我在这悄悄地收集他的东西吧。不、哦，他们的火枪手埋在地底下面，开一枪就放一个冷箭，你就死了。哎，这的车都没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已经死了一趟了吗？就我感觉得在这个二号线的尽头，得建一个前哨基地。哦、小型的前哨基地是不是？这样下次死回去就近一点是吗？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青草区感觉危机四伏。嗯，我也觉得、嗯。不是那么容易的地方。哦，我在这边看到一片很漂亮的湖泊哎。任何漂亮的东西都得小心翼翼，它有可能。自然界不就这样吗？越华丽的东西它越带毒啊，什么都是。警戒色，嗯。OK， 嘿嘿，咪咪叫的声音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这个感觉我没法躲的感觉。哎呀，马上回去帮你哈。我感觉要死了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活了，活下来了。这什么呀？哎。这有个像祭坛一样的地方，哦，我上了吧，石头基座，哇，这边好漂亮啊！哎呀，这个还打不透，就是有个门吧，好像是，嗯，可能是需要放什么东西是吧？啊，这些树我也拿不走。哦，我感觉我们得先造镐头，猩红镐头，要么都刨不动哈。嗯，这样很影响那个挖矿效率。那我们先回去一趟，然后换成好镐头之后过来挖，应该更容易。我顺便带着床什么的做前哨站的东西。哇、嗯，你直接拿着魔法杖走。嗯，你现在就像一个法师。嗯，我就是，我就不用拿火把，这样就直接有光了。哦，你就直接有光是吗？嗯。我们还得把想办法电钻搞出来。这上面是什么地方？我们上面要不要去看看？哦，那你能拿吗？我能啊。好。哎，等会儿把这个纤维给你。我还有两个空格呢，然后我身上也可以扔一些东西在。嗯，过来。哦，是有毒气的那种地方。哦。但是这个白白的是什么？是不是他们喷了什么东西啊？我先射一炮，等一下。嗯。好、哦。有变化吗？嗯，你可以过来。哎，这边有个门耶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嗯，这上面这些东西我拿不了。啊、哦，有怪。那你放射火球啊！哎，别进他攻击很厉害。嗯，我先拿上面这些东西哈。嗯。霉菌戒指。
我们可以进他家。哎，你们可以开门啊。开不了，哪有门？刚才你门口那就是门呀、啊。这都什么呀？对，后面还有后门。哦，在这还有个，哈哈哈。厕所是吗？嗯、哦，哎呦，地上还有装修呢。这什么呀？是泰坦生活的痕迹是吧？哦，他刚才是在这后面。哦，是他的家是吗？嗯，应该是。他后面好像是个小花园哈。嗯，哎呦，还生活的像模像样的哈。嗯，没有床，有床的话我就直接可以在这块建起来这样的。这什么东西？等一下。啊，只是拿到一个包子，感觉我们不是好人呀。啊，下来吧。嗯、这里应该有很多车。哎，那，嗯，那还有一个车呀。对呀、啊，我有很多车啊，我不是很。嘿、啊，哦，我以为掉下来了，刚。哦。哦，你那个火把挺亮的。嗯。我这个武器好好呀！哦，中间还有车，中间怎么还有个缝？我先回去了。嗯。哇天哪，这底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是你弄的是吧？哦。哇天哪！怎么了？惨不忍睹。什么惨不忍睹？我是在清理，让那块的那个树木茁壮成长。啊，这条地铁有的修呢。嗯。啊。嗯。好长啊。哦，猩红锭，猩红矿，你也就是把矿直接放进这个窖里哈，熔炼。嗯，好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先用我们目前采集到的猩红矿，嗯，看看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哈。嗯。希望能造出猩红镐头。然后我们带一些能做前哨站小基地的材料，然后再去那边。嗯，好。嗯、就是主要是两个床啊、嗯，还有灯哈、啊，灯发电机灯我拿。嗯，好。好，猩红金属工作台放哪呢？放这。工作台应该再开，或者你在这儿摆不行吗？从今天往下摆，你一直往下挤。嗯，对，有点哈。对啊，我这一块以后要扩展成展览台的。嗯，好，对不对？这个拿上去吧，拿到这儿。嗯、看看，猩红金属镐头。哦，首要六个猩红金属锭，我们应该能、哦、每个人都应该能拿一个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球形提灯 哦, 哦，更亮了哈。哦，也是需要猩红金属锭啊。哦，猩红金属鱼竿。嗯，这个往后放。金属剑。加11%的暴击几率啊，这个厉害。嗯、那个你可以用。哦，15个道具栏位，这个也得造啊。嗯，但是我们好像不够了矿。嗯，矿。啊，然后金属针，猩红金属针，从这能造出猩红盔甲啊。嗯。自动化机械桌。复杂的机械。哦，能实行自动化了呢？难道门能自动开关了？电动门什么的。你好大的执念呢。这个桌。高级药水和炸药、啊、那我那个先不造药水了、哦、然后猩红金属墙壁什么好像不是很漂亮的样子，但是很没准 很厉害的样子、嗯啊、好，可以做两个猩红镐头了，放在你的箱子里哈。好、哦、你的箱子满了，这七只镐头这些我都拿去拆解吧。你这还有什么血块戒指？哎，近战攻击命中时加3生命值，这不很好的吗？对啊，我这好东西我都藏起来了呀。我用了这个，很适合我呀。行，送你了。哦，霉菌戒指，免疫霉菌感染哦，加13暴击，天哪，暴击距离好高啊！你有相中的你都拿，全送给你。铜剑我拿走了啊，细剑我也拿走了。嗯，给你也做这个金属背包，猩红背包。好。嗯、好，猩红矿用完了。那我们还行，我们都用在有用的地方，嗯、是吧？
了，床上的两个。这是发电机，然后灯。地板什么的，要拐弯了。哎，它这个竟然自动拐弯的话，哎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什么？就在那边弄个岔口会怎么样？它会往哪边拐呀？那样你就得操控方向了吧？好，在这边，进前哨站。好，往下挖。往上挖还是往下挖？上面吧，上面是绿地，好看一点。上面好像地方小，怎么换成这个猩红金属镐头也还是得敲三下呢？哎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齐心协力啊？不是，这样效率更高啊，是不是可以了？这么大小，嗯，这两溜挖完，前后留门嘛。门在哪？门在下面是吗？你线不完了吗？线不完了。放床哈。你不用睡，你不用睡，你不是满血吗？好，我们接着去找矿吧。好，等一下我把这个门关上，省着进虫子。这样我们再复活就会在这儿复活了。你那个包拿了吗？大包。拿来。嗯，好。有矿吗？下面。得挖了才行。看到。你一起。嗯，这样就快。你往左边去挖。我已经去了。哎，我被捆住了。啊，没事。得多长时间他才会把我放出来？放出来了吧？放出来了。你可以打他。但是他为什么不给我种子呀？你像在家里养那样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会挺好玩的。你一走过去，哎呀！哎，看看这个能不能敲？还是敲不了吗？我换成这个挖掘套装，能挖动吗？我上去找你去了哈。还是挖不动。那这个猩红镐头感觉。没什么特别明显的进步哈。我带吸血剂，这样我就可以回血，找史莱姆回血。哎呀，回了三滴血，然后废了100滴血，天哪！这是一片新的地方，我就寻找一下吧。上面有怪一条线。好，那我先去。哎呀，我搞得快。来，修理。怎么这块是重生了？哎，石头怎么重生？石头。放我出去！镐头坏了是吗？啊！天哪！怎么还会重生啊 ？bug 了吧？不知道。来，我给你放东西啊。嗯，我现在给你当背包用吧。来，回家喽。好，赛车，比你快，我比你亮。好。哦，地上还有我们的倒影，嘿嘿，挺好。这个矿车快了好多呀，哈。哇，不知道最右边、最左边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最右边去过了哈。还是要修铁轨啊，好长哦，我们这都这么长时间。为什么？你看上面露营区，我有稍微布置一下。然后练矿，我也练矿。我看那 NPC 回去了没？我好像丢了一个 NPC， 我就跑这来了。你快回家呀，回去。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展览区。看起来不错吧？各种东西。嗯。还有重复的，液化石有两个重复的。那你就把一个拿走吧。不。你坚决不干活。我矿一共猩红锭有100个呀左右。嗯，我们可以造装备什么的了。嗯，好，猩红金属针做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有4个针了哈。
猩红金属头盔三件套，每次击杀敌人后暴击几率提高三，总共叠加五次，感觉这个不是那么厉害呀。啊，这是暴击套装。哦，然后短剑，哦，攻击速度贼快，然后24%暴击伤害。魔药如何做出来的？啊，那些。对呀、啊。正在等这个熔炼呢。哦，快点熔炼。我去收割，然后种新的。那我做菜吗？我做。主要家里现在原料不是很多，蘑菇都没了。我在想用哪个做呢？不，这么多用辣椒和这个新型辣椒。新型莓果我是不准备用，我准备做药。啊，你是谁啊？用辣椒是吗？嗯，我收吧，我收完我做吧。最多就是做那个加速度的，可以钓点鱼什么的，就和鱼做，要不然就是和幼虫肉做。那嗯，那我去钓鱼。行。啊，饿了，刚要去干活，好饿了。哎，怎么在这里也钓出岩石凶杀呀？所以它就是在哪里不重要，它都会出好东西，是这样吗？但可能概率可能不一样。好，这个桌就是一个桌，我做出来了，然后也是放在你这边，那张桌是放在你这边，看看都有啥，能制作粘液哦，粘液直接可以做出来，用地面粘液哦，看看那个药那边都需要什么，强效治疗药水，毒性粘液、哦、啊，毒性粘液我好像新型啊可以，机敏药水增加32%的远程伤害。哎，需要蔚蓝色羽毛鱼，有这样的东西。守护者药水，啊，跟 boss 打的时候 ，boss 造成伤害减16%。嗯，可以的话再做一些锅放在外面吧。哎，还有解毒药水，就说以后有毒性攻击是吗？哦，大型炸弹。行。嗯。自动化机械桌。嗯。干什么？哦，传送带。哦。可以运输。资源哦，那我们就等于说大型背包的感觉，就是像小拖车似的、哦、是那意思吗？哎，电钻可以做出电，哎，那我们先去周围看看用电钻。好，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、啊、机器人的手臂，这像起重机，可以用来抓取东西放在其他地方，什么意思？嗯，只能做一个出来实验一下，看这个、哦，语言不详的不是很理解。这个传送带你可以运输材料，那有需要的吗？有需要的情景吗？这个传送带它既然造出来了，就我估计就肯定有，只是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太知道。不是，不是现在，对啊，现在比如说浇水它能自动浇水吗？不能，肯定不能吧。你可以，你去钻一下旁边的这个，你拿着钻机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拿着钻机然后去旁边那个钻一下，点钻、啊、然后发电机那也带上一些、啊、电线啊，发电机，然后我这边有备用的，左边是吗？左边，我领你来。哦，往南走，这看到了吗？哦，好，我们看一看。转转转转转。